那单别追了，到下一站我们就回去吧。知道你能耐，那些是什么人啊？都是流氓！你拿鸡蛋碰石头，你算没算过成功的概率啊？研究生，我也给你上一课。这世界上，但凡能用概率算出是不是成功的话，所有人都去干了。 只有那些大家都认为有风险，可能会失败的事儿，才有可能取得大的成功。这好比那红军四渡赤水，爬雪山过草地，最后终于成功。是啊，所以你把兵法也用在骗女孩身上了，还教人家怎么样利用女孩打掩护，对吧？ 肯定是的。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别自己为是，觉得自己什么时候都对的，别人都应该让着你、顺着你，你没挨过欺负，没受过委屈吧？看你这样，肯定就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女孩这样特让人讨厌。你知道你现在说的话充满了逻辑混乱吗？你说这些话就是为了惹怒我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我走。是，就是特殊气质。 不要企图激怒一个学心理学并且偏爱谈判心理学的女人。尤其在流行东北话讲，不好使。可以，差不多点。我没给你谈判啊！我现在让你命令你离我远点儿。哼，哄骗不成，恼羞成怒。你当自己流氓啊？我求求你了。 我们继续打。我在里边好几天呢，我真是特别不想。瞬间转成弱者，博取同情。也，使劲儿也，反正我这儿还缺精神分裂的病例。